那个时候从宣传车摔下来，这半年因为都没办法运动嘛，手还没好，明天开到那天。当天的影响呼吸的效果很好。姿势会受限吗？那姿势是累积的，因为你读越多书，姿势。你说你一下标就知道下什么了，真是的。陈柏惟开刀房事不受限，姿势靠累积，买不起台积电当 QQ 航海王。我们节目很棒呢，聊一下节目。前立委陈柏惟手握主持棒，接下三立新节目《三 Q 新台湾》。是说啊，7月27号刚在美国完婚，但这位人父先前从宣传车摔下，咱们关心做人姿势给不给力之余，也聊聊炮火打得猛烈的对岸。前几天南海有这样的危机，中共那边军演啊，你的想法是怎么样？进入政治模式，变来宾。96年的时候有打2颗到宜兰旁边嘛，哇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全面战备，卖房子啦，飞去国外啊。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。那我想，中国的那个讲，这些行为都像南海，那个恐慌程度真的差很多。他光讲军演这两件事情，进去那个股市就直接对折。今天看是不是还涨？所以你耻骨是哪些啊？耻骨大概在腰部这边，髋部。蛮好笑的。四个类别啦，个股就不讲了，反正就电子、金融、航运、钢铁，大概一项都买到60到80万。2330吗？2330的台积电。哦，没错。曾经是航海王嘛，出身别处。我相关现在还在赔钱。高处不胜寒。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只要你懂海，海就会帮助你。刚结婚的话，感觉怎么样？做人进度？没有什么规划的进程。对，事先有后问。真的不是。我从写作文的时候有写过，然后申请主棒球队。哦。不过现在的条件是，现在的想法应该不敢这样子。那你现在幸福没几公斤？我现在应该也90。我那个时候从宣传车摔下来，这半年因为都没办法运动了，手还没好。明天开到那天。当兵比较重。因为买了中钢，所以比较重。喂。当兵的影响呼吸的效果。姿势会受限吗？姿势是累积的，因为你读越多书，姿势。哦，这是我要的姿势。你看明天下标就知道下什么了。姿势。Thank you。